OK， 饮料要买个面，就拿着包着都也贵。包着这个送到我这嘛，啊，这都这那面的，空的打的面的手包的。这几天的呀，那个我就拿。我以后把苗来的配料。他没那黑了，要弄点配方的，看没有？这黑了嘛，搞嘛乌。黑了的看嘛，搞嘛乌嘛，搞没没就拿着。你要钱嘛，开开别的钱嘛。完毕一转，就来一个，就包了豆角锅，包了啥干嘞？包了蛋啊，送了我一包蛋嘛，蛋都蛋那面干，你不要。来一路来那边那批吧，那个面。这里聊起吧，那个面。我以后是要这样的。刘经理嘞，来一路来那边吧嘞。就那个我三三五路来经理，路来那边吧，那个面。后面那个豆角锅，后面炒菜锅都行啊。哎，那可是养活那边嘞！可能要交税过多，少交东啊！可能要交税过多，少东啊！批发的，还有啥特别要？都来了，要不就来，要不要？不来家那边，估计批发的怎么样 ？OK 吧，兄弟们，别别来兄弟的吧，别来老兄弟吧，怎么样？一条鸡皮肉全都有，全都有，一条鸡皮肉。漂亮，看到不来着？漂亮，漂亮，看鸡巴到哪里？哎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没得，没得，没得。毛东，你有没有看那票子过来？票子在那面来着？嗯，我嘛，就我一个过来。哎，在那谁上来着？我跟你讲。